have this rest for your weary soul. And time to heal, yet still you fight with what you're told. And hold on to your scars and wounds and paths of old. And I said, ooh, what was you?我们的早餐是和牛三明治，大厨做的。他说他有一个 IG 的账号在分享料理。啊，这边，你好，知道这边多一个范例。我们的区是 A 区，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个楼梯上去，这里就是厕所跟冰箱。我觉得这里很棒哎，我们真的是被树林包围，然后我们六藏包区。它这个是枫树。对啊，秋天的时候应该就会是枫叶。嗯。然后它上面有些地方是樱花。我们的藏你有看到吗？在那边直接在树荫底下，所以完全没被晒醒，超棒。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蚊子好多。走上来以后，这边还有一区。上面那里还有一层，这里就是厕所。A 区跟 VIP 还有 B 区用的冰箱是一个大冷冻柜跟一个冷藏的，是长这样。然后厕所跟浴室，还有热水的时间，浴室长这样，其实很干净。这是淋浴的地方，超级干净，它都有打扫。然后这是厕所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坐式的，这样。然后有吹风机跟面纸，如果不够都可以自己补。整体来说都还蛮好的，而且冰箱离我们营地也蛮近，走个楼梯下去就可以。然后它晚上灯都会亮的，而且晚上星星超多。但因为它的厕所这里其实蛮亮，如果它晚上的灯可以小一点点，其实就不会有这么多光，它应该可以看到更多星星。我们这里有看到一整片的银河。爆美，楼梯这里都有灯，所以也是很安全的。晚上你要上厕所或什么都不用担心。好可爱哦，有一只小猫。它不知道被跑走。哦，它哈气了。它哈气了。没有，没有要靠近啦，你继续。哎，你来帮大家讲一下哪边会刮到车。我们的营区从这边上来。就是如果今天跟我们一样是 A 区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从这边上来的时候，开车会开很快，然后没有看到那个 A 区的牌子，然后你突然发现，哎，你的 A 区在左边，所以你就会马上打左转。可是当你开很快打左转的时候，可能前面不会靠到，可是你的那个车子的肚子会靠到这里。它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落差，就长这样，车子比较低的很容易这边都会。刮到这边超危险，所以如果有定 A 区要进去的要小心一下。上面就不知道，但它底下这个路其实蛮斜的，这边都很斜，然后路就这样子转上来，就很多那种很直角的弯啦。因为你刚刚这样弯进来，你就要马上转弯上来，然后又要转弯上来。我们的天幕第一次使用，搭的有点歪，但是还不错。我还带了猫咪的脚踏垫，这次带了天丝的床组，超舒服的。然后我把推车当作床头柜，这个面纸套我放在车上，然后我觉得露营也很好用，而且它可以收很小。我们家越来越温馨了。然后我最近买了新的动力线，这条很漂亮，军绿色的。一般动力线大部分有紫色、黄色，丑丑的。近期看到颜值最高的动力线，它虽然有三个插座，但它不是三孔的，所以蛮挑电器的，有点小可惜。日月铁工所的桌子搭起来的感觉很棒哎，多练练应该可以搭得更好，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很标准的样子。这是我们第一次用我们的魔法壶，我们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露营了。跟莉莉也买了豆子，这个吗？罗马的豆子。为什么你磨感的很费力啊？你要看我的，我觉得我的很难。没有这么顺的、啊。哎，你的好大。像我的一次就可以磨。你的好大颗哦。你有觉得比较好磨吗？嗯，大概省一半的力。啊，看起来真的很顺哎。OK， 差不多了，嗯。你什么都掉出来，
哦，好可爱哦，那个粉。一定要打开才看得到它什么时候喷出来，因为它一喷出来就要关火，反正至今没有抓到它喷出来的时间点。我那时候就是我就跟你说了，像刚好了，这是什么草地温泉哦。佳佳带了一个厉害的热压，它就是可以这样子，然后里面装水，然后下面就可以压出浓哦，压出来它会留在底下那一杯哦。对，来看看姐姐会不会成功，究竟会不会成功呢？有跑出来？哦，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等一下，其实它这么冲出来好像不对、欸。我通常第一次压它不会出来，第二次压它才出来、欸。他把咖啡做出来。It's a Monday kind of feeling on a Tuesday afternoon. I can hear Wednesday calling, but then Thursday comes too soon. And by Friday, I'm ready. 好高！好高！这样子，这样有吗？你要射他。打到的话，他交了就。他交了。好，刚刚那个练习结束。好，这样吗？停。然后呢？你要射了，你要射一个人。不能打，我好强哦！蒜头的味道，抢食开始，呜！佳佳这次带来这个电热水壶好方便哦，它可以定温，然后消光黑，好好看。来了来了。我们的哈比小天幕晚上很温馨，超级棒，很有隧道感哎。对啊，它隧道感很重哎。超温馨，我们的天幕搭起来之后，我把灯泡绕在天幕上，是不是也很不错？晚上这上面这里会有超多超多星星，看得到银河。他买了一个厉害火锅，是什么火锅？在林口的那个澎湃火锅，唐怡的套餐888，然后料超多。为什么你自己先装啊？你说，你没有看到，你为什么跟我说还没，然后你装那么多？趁大家还没注意的时候。我跟大家过熟，所以我需要让大家夹肉起来。他刚刚说还没，然后自己夹这么大碗，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他的鸭血看起来好 Q 嫩哦，超好吃的，而且他的辣很入味。这间的火锅肉也太好吃了，重点是，你看他的肉这么多哎，这么多，这里还有海鲜。我们现在在一个很慵懒舒服的氛围里，然后毛怪又在煮宵夜了。蛤蜊也太多了吧，吓死人！这么大一锅，然后这里还有，而且这一锅真的是一直吃不完吗？对啊，从
六点多吃到现在还是这么大锅，而且大家一直在吃，很强哎、欸！这个火锅真的超棒的。我们最后把牛奶锅加了鲜奶跟起司之后一样浓，三个，超大超肥哦！快来快来，沙拉，快来吃。哇，好新鲜，刚拍的。哇，好吃好吃。你要什么？早安。昨天有天幕之后。今天早上真的又更不晒，而且我们的位置真的很刚好的一个树荫，真的很美哎，天气好好哦。我们要去吃个早餐，然后开始慢慢的收帐。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新的这个推车四轮的更好用、欸、它可以刹车，所以就更稳，当桌子就很方便。早餐是红豆阿饼加蔬菜蛋，我们的大厨帮我客制了一个没有饼皮的版本，就是肉跟菜哦。我们买了这个餐具也很棒，它是台湾的泰餐具，它超好洗的，然后里面就一组就汤匙跟筷子，重点是它可以客制化，所以可以有名字。露营的时候最怕就是筷子洗一洗，然后找不到哪只筷子是谁的，然后这样就很方便。而且它客制化是免费的，就可以当一个平常也很实用的环保餐具。然后它又很轻，这个很推荐。我们第一次有天幕，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天幕下面，3×3好像就还行。重点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军绿色这3×3，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出这个颜色，不是他平常卖的那个橄榄绿，它有一个森林绿跟橄榄绿，然后它的另一个绿色是很像黑板的绿，就从露营的社团跟 IG 找到一个很复古的绿色，买的人才告诉我说两个绿色不一样，然后我才特别去找，然后就发现它只有3×3。你直接从网络上买滴滴的绿色天幕找到4×4，你要注意它有可能是黑板的那个绿色，那绿色我就觉得没那么好看，遮阴的效果也蛮好的，很漂亮哎、欸，我觉得这个光影很美。你的懒人手法是什么？确实压扁。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you were the way.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lept. Two silhouettes on the concrete stairs. We watched the